欢迎他。那我们先在开始表演前，先访问一下奎一，来奎一下。好，奎一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奎一。好，那想要问呢，就是你的自我介绍好像有特别提到说你比较胆小，那你这次怎么敢站上台呢？因为我很喜欢偶像的角色，可是偶像的角色的话，他的角色气质一定要在舞台上才可以散发得出来。所以虽然我本身的个性跟他偶像是完全没有关系，是个人感受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站上舞台，然后表演，展现出角色的气质，可以让大家跟我一样喜欢偶像的作品或偶像的角色这样。所以就是一个带给别人爱与梦想的角色。所以就是借由去 cos 这个活动来训练自己的勇气跟胆量，让自己可以往前更跨出一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可以。对，而且偷偷跟你说啊，其实我也是马友辉哦。因为我要写真集。对啊，我也是要买。你在说什么？马悠悠才是我的。啊，没事，不要再讲了。等一下我又被他骂。分到你家，而且其实马友今年就毕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非常可惜。QQ， 希望他可以再撑一年。而且非常可惜，在毕业这一年还没拿到冠军。那时候我看到哭了，真的，我也是看到都哭出来了。为什么？看到我现在还紧张，我现在紧张，真的。不带你，小飞也是偶像宅，所以这就是两个平常偶像宅的对话，还有这种感觉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奎一我们带来的表演。謝謝，好，那我们掌声给他一点鼓励，好不好？